很多人都说台湾人离 NBA 很远，但我知道有多远。梦想的价值不在达成，而是有没有用力追求过。为了完成梦想，我每天都在精进技术。退休后，我一直觉得很可惜，不想让15年的经验就这样消失，所以决定整理我的篮球技术，打造这堂适合亚洲人的顶级篮球进攻技巧。这是一套透过空间判读搭配最有效率的进攻手段完成得分的实战方式，学会进攻的六个点位，找出最有力的突破位置，搭配实用的进攻脚步，打反拍欺骗对手，创造进攻路线，视情况选择上篮、抛投、勾射，甚至是拉杆来完成得分。我也会教你我在 NBA 学到的投篮方式与发力技巧，让你提升命中率，投得更轻松。当你看完所有内容，请你关掉影片，赶快去打一场球。只有不断练习，才有办法变强。我是陈新安，让我成为你的师傅。